Hello， 麻烦一下哦，请你帮我把后面的拉链拉上。等一下，我要去旁边的园游会陪小朋友玩了。好 ，OK 了，谢谢你哦，我出发喽。先生，先生，请你留步，有件重要的事情要请你协助。哎，这张照片里的熊最近在这附近出没，你有没有看到过啊？哎，没有呢。没有吗？啊，它出现了，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注定要你走不归路。看我给你来枪麻醉针，免得你去危害无辜的民众。哎，你的眼睛有问题啊，它是人不是熊哎。哇，太夸张了啦，你居然不分青红皂白就给它发射下去哦。哇，这下不妙了，它真的是人哎，而且它昏过去起不来了。所有人都不要轻举妄动，让我来给他一枪乖乖针。妈呀，完蛋了，你射到的是人，你知道吗？他该不会一命呜呼的吧。哎，大哥啊，你的眼睛是脱窗了是吗？他是一个活生生水当当的正妹，我都还来不及跟他要电话跟他交往，你就一枪击毙了他，这样你对得起我吗？哇，看来他得在这里睡一阵子咯。你们这也未免太扯了吧。那只是麻醉枪，不会出人命的啊。但是关于这件事，千万不能说出去，知道吗？好，就这样了啊。麻醉一退，他自然就会醒的。再次警告你啊，千万不能泄露秘密哦。